我是废物，打不过他。哪儿？丑老舅，你在百步之内没有救人，罚你做两套战甲。可是我是废物呀。你怕啥？俺情侣只要出去正义干掉行凶者，一律无罪。下次一定。救命啊！我要英雄救美。就是你害我损失了一半家产，跟我见官去。表现不错，俺情侣他身上的钱统统归你了。谢大人，你等着，我举报。大胆，虫坏蛋，举报你偷看本大人洗澡。哪天？前天我去偷看虫小绿了，他可以证明。是的，大人。敢诬告，俺情侣惩罚反弹，打一顿送修长城。你等着，老头你出来，我要跟你同归于尽。虫老舅搬走了，安情侣为了保护见义勇为的人，不会让他跟行凶者住在一个城。哎，救命！什么？砍报复，给我砍了！古人为了治疗近视有多拼，古人近视后也是五米之外六亲不认，十米之外人畜不分。要是路上遇见个亲戚，打招呼全靠缘分。舅舅，我是大傻。外甥呀，自从迷上了字画，舅舅的眼睛就看不清了。我有办法。咱们先保守治疗，热水配上神曲丸，保准效果好。还是看不清啊！我们去找印度神医，他们的金币术治眼病可是一绝，能治病就行。不要怕，快就好了。舅舅，我有办法。哎呀，这大饼眼睛真不错呀！齐国为了吃烧烤有多拼？比如齐桓公刚上位时，齐国那是内忧外患，民不聊生啊。聊吗？不了。谁来帮帮我？然后救场王管仲就来了。我来名字，制作三解释，经济，经济，还是经济。在管仲的建议下，齐桓公轻徭薄赋，广纳贤才，能工巧匠只要来齐国发展，工资翻三倍。请进，请进。外地商人来齐国进货，不但免税，还管吃管住。谢谢哈，齐国真是好客呀。接着把盐铁收归国有，统一管理，不但食盐量大增，卖到国外还能多赚40倍的利润。在齐国没有难做的生意，国家有钱了，百姓的日子也很滋润。舅舅，晚上要不要来我家吃烧烤？好嘞，我多带点人去。当时的烧烤非常狂野，一把三叉戟插上半斤肉，让你一次吃到爽。就喜欢这些热闹刺激。舅舅真可，烤不完，根本烤不完啊！什么花钱买官？这事儿我熟。道光年间，有个老板想给儿子买官，就让弟弟张成宝去操办。没想到出大事儿了，这是贿赂我的，这是给我的，不服报官去。你俩这银子咋是国库同款？我得赶紧通知万岁。什么？给我往死里查！结果一查，捅破了一个天大的秘密。禀万岁，这钱是张成宝从国库偷的。他谁呀？国库说尽就尽。他在国库上班，光天化日，那他怎么偷出来的？画面太美，无法描述。难道没人发现吗？能发现的都被贿赂了，而且什么？而且这是他们祖传手艺，从乾隆朝开始一直偷了60年，把库银从1200多万两偷得不到300万两了。什么？统统抓起来干掉！大部分已经享尽荣华富贵后寿终正寝了。什么？我的银子，我的大清呀！皇帝上朝扣吃了怎么办？据说朱见深被逮捕后，因压力过大，落下了扣吃的毛病。甚至继位后也不爱说话。皇上，南方红了，咋整呀？是皇上，人才不够，咋办呀？是皇上，我累了，想放假一年。是皇上饶命，皇上饶命啊！御史陈英实在看不下去，立马写信指责朱见深：“圣上，你得多说话呀，这样大家才好办事儿啊。”然后朱见深想了一个妙计，他趁业余时间批奏折，然后整理成圣旨，再提前背下来。等到上朝时快速背完，然后立马退朝。皇上你再说一遍，皇上不过总有些工作要当面沟通，于是大臣师纯给他想了个终极解决方案。皇上，外贼来办，要不要揍他们？照例。好嘞。皇上，昨天面试了几个人，要不要召集西厂？照例。好嘞。就这样，他
靠着这俩字，朱见深化解了很多职场尴尬，师纯也被提拔，连升三级，成了礼部尚书。古代皇宫着火了咋办？相传康熙18年时，故宫又烧了一场大火。万岁爷，大事不好了，太和殿着火了！啊，快叫防范火班！防范火班是故宫里的专职消防员，没有他们灭不了的火。快去太和殿东南角大缸里取水灭火！是。这大缸相当于消防栓，能装3000多升水，平时有人定期加水，冬天有人定时加热，贼好用。火太大控制不住了。快上机桶。机桶相当于人工水泵，要7-8个人按压，都给我上，隔着好几米就能喷水灭火，效率贼高。万岁爷，火终于灭了，效率可以啊，只花了12个小时。太和殿还好吧？烧的只剩骨架了。什么？康熙大怒，于是命索额图调查火因，最终查明是御膳房的6名太监不慎失火所致。康熙觉得他们并非故意，教训一下就行，于是派出他们绞刑。古代皇帝都用什么零食哄爱妃？那得是糖葫芦呀。据说有次宋光宗宠爱的皇贵妃生病了，茶饭不思，急得宋光宗重金寻医，刚好有一江湖郎中路过，这活我包了，这病火治，把冰糖和鲜渣一起炖了吃，不出半个月准好。果然皇贵妃吃了半个月后长胖了。当然病也好了。而到了清朝，传说乾隆宠爱的香妃入京后茶饭不思，于是乾隆重金。等等，我跟光宗是拿了同样的剧本吗？谁说的？你这剧本是绿色的。当时香妃的丈夫艾买提也来了京城，听到消息后连夜做了份驴打滚送进宫。香妃一尝这味道这口感，莫非是我老公来了？于是他开心的干掉一大盘。乾隆一看也高兴坏了，命艾买提每天送驴打滚进宫，爱情好手艺，重重有赏，都是托贵妃的福，真好吃。惊呆皇帝的3岁神童是谁？他就是采国熙。这孩子怎么有多神呢？3岁就过而不忘。外甥，你爸背地里咋说我？说你好吃懒做，不务正业，背着小姨。你儿子，你儿子，我儿子咋了？哎，你儿子真是过而不忘的神童呀！啊，那还咒啥地？回家。回家后，才把当地砸锅卖铁，背着儿子进京赶考。考试当天，把考官都吓傻了。写的太好了，我就是个废物。甚至宋真宗都亲自面试他。树上7个猴，地上1个猴，一共几个猴啊？八个，2猴，神童呀！手官封赏，陪太子读书。可是接下来他就长歪了，聪明劲儿全用来溜须拍马了。哎呀，过不去，太子我来。想你爸爸，您就是我爸爸呀！去你的吧！因为被嫌弃，到了80岁，他还是一个小官。假冒皇帝下场有多惨？你是假的，你是假的。话说戊戌变法失败后，哎，光绪被慈禧软禁，有个老太监动了歪心思，勾结演员重复冒充皇帝赚钱。咱们就这样，这样，两人先在武汉租了个房，真不错，过起了皇家生活。万岁爷，奴才伺候您用膳。多久身上怎么可能坐着小破屋？咋不可能？昨晚与老头洗澡，还就是个太监。没多久，消息传开了，气到破门，皇帝竟然在我们身边。有官员不信，拿光绪照片验证，这长得一模一样啊！赶紧抱大腿呀、啊！于是，一些歪心眼的官员都来送礼，很快财宝堆满了院子。这事儿被关系大户张之洞知道了，他向京城好友打听。喂，那谁还关着呢。得知光绪还关着呢，于是立马抓住两人一顿毒打。我就是个演员，都是他，是他说能一夜暴富。喊错，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最终两人被斩首，赃款都到了慈禧手里。王莽为了百姓有多拼？首先严于律己，能省的钱绝对不花。这衣裳我穿不出去，这叫时尚，大胆的穿。然后把土地收为国有，平分给百姓。可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，我也要地。你的意思是你想像他俩一样有地？嗯，我服了。
接着人人平等，禁止奴隶买卖。周小绿，我真舍不得你这个奴隶啊！只要你交15倍的税，就能独占周小绿。有多远爬多远，飞也也回来。如果被辞退后想创业，国家给你贷款，而且创业失败，产品滞销也别怕，国家按成本价收购。以后不准乱创业了，我都吃出糖尿病了。下次一定。为了进一步刺激经济，王莽还频繁地发新币，结果坏了，搞得物价飞涨，有钱人跟着穷人一起破产，最终百姓造反。我都是为了你们啊，少废话。假冒皇帝下场有多惨？你是假的，你是假的。话说戊戌变法失败后，哎，光绪被慈禧软禁，有个老太监动了歪心思，勾结演员重复冒充皇帝赚钱。咱们就这样，这样，两人先在武汉租了个房，真不错，过起了皇家生活。万岁爷，奴才伺候您用膳。多久世上怎么可能坐着小破屋？咋不可能？昨晚与老主席走，也就是个太监。没多久，消息传开了，气到不稳，皇帝竟然在我们身边。有官员不信，拿光绪照片验证，这长得一模一样啊！赶紧抱大腿呀、啊！于是，一些歪心眼的官员都来送礼。很快，财宝堆满了院子。这事儿被关系大户张之洞知道了，他向亲朋好友打听。喂，那谁，还关着呢。得知光绪还关着呢，于是立马抓住两人一顿毒打。我就是个演员，都是他，是他说能一夜暴富。喊错，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最终两人被斩首，赃款都到了慈禧手里。起床了。清朝时，北京城的官员凌晨2点就要起床上班，4点要在东华门集合，把交通工具停好，就开始点名了。和珅，到。阿绿，阿绿，来了来了，迟到了，拖下去打板子，就你迟到。然后出发去太和殿汇报工作，有重要公文的可以打灯，其他人都得摸黑走路。救命！到了太和殿，除了重臣能进入殿内，其他人都要待在室外，不能咳嗽、吐痰、说悄悄话，有内急也得忍着。朕今天呀，朕今天呀，就你不懂事，就你懂事。如果生病，要提前给乾隆写假条，乾隆同意后，妥了，他会让吏部调查。如果发现装病，就会，就你装病，就你装病。